家好哦，今天一个物件哦，伫个咧花莲寿丰哦，在溪口村哦，叫一块七分通啊的农地哦，312.94坪，一般农业区的农牧用地哦，要卖156万。这个位啊，伫个咧外靠迄个台九省道哦，一百加加差不多600公尺就到位啊哦。但是阮这土地哦，唯一的那个缺陷就是，这头壳顶哦有迄个高压电通过哦，会使接收的人家才会使来看。啊，这个土地寸尺哦，咱的土地林路宽度是11米哦，深度是72米哦，迄个林路6米道路哦，后面的宽度是17公尺。哦，咱这土地到外靠台九省道哦，大约是600公尺左右。哦，这个溪口村家哦，吃的物件较少。哦，加上这个一间早餐店里家。哦，咱买物件哦，要创啥嘛是拢上近那去迄个丰田火车站这个商圈哦，加有这个商圈。有迄个寿丰农会生鲜超市哦，有 7-Eleven， 还有迄个全家便利店，最主要丰田市区哦，还佫有一个迄个卖鱼卖肉哦的菜市场哦，买物件还算可以。地吼，迄个现场吼，伊是土地比迄个即卖路吼低差不多半米，吼比路比较低半米，吼啊迄个灌溉水盖冲水，吼但是今仔日天气无好吼，水流啊较多。我以前的介绍吼，你若有兴趣吼，打电话我带你来看。吼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11。永信不动产林义伟，尊公你那有迄个房地产要卖吼，嘛会使委托我，好打电话，谢谢。